下面我来教大家穿一下这个百变期间这种穿法啊，像我这样拿着，你就往身上穿，那看看，这就一个开衫，那这一个开衫，然后你看着，这有两个角，给这两个角捏起来，打一个结，这个结呢要小一点系着，然后交叉挂脖子上，那你看，这就一个低微裙，看看，这就一个低微裙，然后你再看着啊，给这个结打开。那给这两个小边往肩一翻，那交叉一对，在这胸前捏起来打一个结一系，你看，那看看，就这样一系，然后你再看着啊，给这两个胸前这两个小边，一个手捏小单边，随便简单这样一系，你看又简单又大气，然后你再看着啊，再把这两个角再捏起来，简单这样一系，上面就让它在上面。那你看看，然后你再看着啊，倒过来穿，把下面多的抓起来，那这就一个短款，你也往身上穿一个，你看这就变成一个小短款，然后你看着把多余的这个边往肩一翻，那下面都抓起来一系，你看这就是短款小披肩，那短款小披肩让它袖子再长一点，你看着就大点往下放，那然后你看，然后这会儿在胸前捏起来再一系，这个U的特点就是来回系，随便系，看看，那怎么系都好看，那然后你再看着啊，上海边游泳的时候穿当裙子，把这袖口一字拉直，往腰上围，腰粗的人就往前放，腰细的往回收，你看在这一系，那这就是一个小裙子。然后你再看着，到冬天天冷的时候当围巾，捏住一个角往这边撸，撸到多的这边围上，然后绕一圈，从它下面这底下掏出来。你看这衣服一年四季不闲着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。然后你再看着啊，教你最简单的穿法，把这两个袖口一字拉直，能不用穿直接往脖上披，能把下面都搂起来一系，你看看又简单又好看又大方。然后你再看着啊，你把这两个袖口再给它捏起来，随便简单再这样拉直了，你看着啊，这个也不用穿，直接往脖上披，能这个呢要在前面这袖口这个系上，你看看随便这样简单一系，那你看看出去玩的时候，如果赛手把手藏前边，然后呢拿啥背啥吃啥啥不耽误，你看又简单又大气又好看。